糖醋里脊大家都吃过，但总是做不好。今天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咱们准备一块猪里脊，一盘八两就够，先切成一厘米厚的大片，然后用刀背把两面轻轻地砸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肉不柴。再切成长条，有的肉啊排酸不好，咱们加入清水洗一下，这样炸出来好看。再把水分转干，然后加入三克盐，抓匀腌五分钟。腌好加入一大勺土豆淀粉，再加一勺清水。这里说一下啊，干了可以加水，稀了可以加粉，抓的时候轻一点，像视频这样就行了。再加点食用油，防止炸的时候崩，抓拌均匀。五成油温，开大火下锅炸，就是里脊下锅以后一二三飘起来了就行。把肉下完第一遍炸三分钟定型了，捞出来，油温升到六成热，下锅复炸一分钟，像这样金黄酥脆，捞出来控油。锅留底油，下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，开大火烧到起这种泡泡了，倒入炸好的里脊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学会了，麻烦你给点个小红心，谢谢了。